场新手爱枪难防，破宗康感同身受。那我不知道又开始拿着，就往下上走走走，然后就自己按到，吓到。我们就怕你中毒，又在场之前部署走走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很近哎，我没有东西，哇，是万痛的，你知道吗？真像个走狗一样。